你们为什么会砍头？你们为什么会砍头？为什么要先跟他牵手？可以说一下吗？可以说一下吗？对。可不可以说一下？对，是斩首吗？不是。那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子破坏铜像？铜像没有被破坏啊，铜像还在，好好的。那你们策划多久了？哇，好几年了。对，该做的事就是要做。那什么是该做的事情？什么是该做的事？好一会，好一会，好一会，好一会。你先开始，房子还没起怎么办？所以你们是有预谋的，你们是有预谋的吗？没走。你们是有预谋的吗？头在哪里？投在台湾。对，你电话可以出来了。